我是舞台推演周深，大家好。想要成为 rap star 吗？我是飘在 fun with good is good。大家好，我是林依哲，林依。是王嘉尔 Jackson， 大家好。对，我是负责创意的导演组的其中之一。这次公演整体来说，它是塑造人。就是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所有东西都是辅助展示他的手段，所以我会选择很多近的镜头保视频出来的那个质感，因为这个东西是一辈子的。今天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听到宁宁唱歌吗？是的，其实呢，宁宁呢为大家演示了我们二宫的一个主题，叫做用你的歌打败你。你能用你的歌打败我吗？先请问一下我们宁宁，你唱了陶喆老师，你翻唱了他的 melody， 你觉得你能够打败陶喆吗？哇哦，好犀利啊这个问题啊。那我想问一下 Ella 姐，是最近看一档节目，你有表演闭嘴跳舞啊呀！那你觉得你有赢过李宇春老师吗？哦，怎么回？这个问题你很会问吗你啊？我问一下现场观众，你没有看过我们的那个闭嘴跳舞吗？有。剩下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很好看那个。嗯、哦，对对对。其实呢，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用你的歌打败你。这一次的主旨就是希望看看我们的舞台歌手们能不能把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像我自己个人哦 ，S.H.E 的《恋人未满》其实是一首翻唱歌曲哦，它有原唱，原唱就是 Beyonce 的那个团，叫做真命 Destiny Child 啊。对，它里面有一首歌叫做《Brown Eyes》，其实就是恋人未满的原曲。哇，风格感觉差异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确可能应该是有打败了原唱。感觉一听到 Beyonce 是原来这首歌就是再靠近一点点。啊！呀，我是歌手那个舞台，几乎都在翻唱。我当时记得有一场很炸，是回来了那一场。可以为我们唱一两句吗？暖天堂，听到有个声音说回来，回来。太厉害了，有点不好意思上场。那我第一个我觉得翻唱的就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歌，然后去张口去学的。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哇，好好听，封神了，鸡皮疙瘩。So I mean, covers are a really, it was a really big turning point in my career. I was in my bathroom, and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ing. Nothing for Jackson. How about you? 有翻唱过《该死的温柔》。对哦， oh. 私下表演给你们看。私底下表演，私底下表演，私底下表演。好了，我们现在有请所有的推荐人入座吧，一起来期待今天的舞台。全体舞台支持团请注意，今天一半的舞台歌手，多达十人，将面临淘汰危险。本场 Top 5 将拥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权，而他们的命运由你们的支持决定。舞台推荐人，今天两人对战歌手演唱结束后，
你们将合议选出一人作为本轮的红星推荐。若累计两轮的推荐都与最终结果一致，本场即可增加一个安全名额。多对多留，你们加油！用你的歌打败你，对战即刻开始。有请第一组对战歌手。首先开始表演的是你是第一个耶，大哥宝贝，你会赢的，好吧。你会赢。I'm the peacemaker。 你这是他的位置啊。第二次公演，对手匹配现在开启，请黄玉博前往中心位置。这个有点没开二度的意思。请所有想用 Interstellar 打败黄玉博的舞台歌手起立。我不是想选黄玉博，就是其他的歌我全听了一遍，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让我觉得合适的。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choice for me. Interstellar. I changed the verse. Yeah, you changed the verse. 只是黄玉博他的那个歌能让我去改编一些我自己的东西的。黄玉博，请转身确认你的对手。队友变对手。黄玉博，请反选你的对手，上前撕掉他的名字。哦，这太难了。但是这三个出来我真的很崩溃，因为两个 top five， 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五名。说实话，我不想跟玉子互选，我想再走远一点。韦泽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跟他还不是一个 level， 升级打怪得慢慢来，你不能越级闯关啊，所以挑一个最接近的嘛。哎呀，你们之前就认识对吗？认识啊，认识，但是没有说非常非常熟。哇，他是个知心大哥哥，其实。其实他是个非常轴的一个人，他的那股轴劲儿我不喜欢。我们见面第一次，我就跟他讲了我很多关于从事这行业上的问题，他真的是耐心的听我讲到半夜。我是全程闭着嘴的。他们在那儿至少说了一个小时，也互相探讨了我们之后未来可能要做的音乐方向。他问我什么是独立音乐，然后独立音乐我说就是感受，他说那感受到底是什么的，我说感受就是感受啊。然后他就会一直围绕着这个东西一直说一直说一直 说。然后那个轴劲儿你们没感受过，我感受过，反正不想感受第二次了。Oscar，你会想去看黄玉博练习吗？不会。为啥？他练习关我啥事？你们不一组吗？那关我什么事？为什么不是看奥斯卡？他不也没来看我的吗？你是在等他过来看你吗？没有，他要想看他就会来看，不想看就不看啊。我觉得都很好啊。昨天你为啥不想去看他？我觉得没必要。黄一博有说他有担心，你觉得他不好？他为什么要担心呢？奥斯卡已经在丹丹了。他之前很像一个知心大哥哥，现在你觉得更像什么呢？现在我感觉他像是一个很有野心，正在盯着猎物的猎豹，感觉他随时要把我吃掉，这种感觉。好热，本来我就热。本来让本就焦虑的心情更加焦虑。玉博
你也没有也嗨。我刚刚前面听完，我是觉得你现在就是你唱的太老实了，就你就不够玩起来，你自己的声音。你觉得这个加音是不是需要推出去？那个地方是收掉。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说的这些不够东西是你的表情，不是表情，你的声音表情，声音做出来的表情，其他这些都先不用去考虑它，因为你的编曲很炫，舞台也很炫，但你这样唱你会被编曲吞掉。收到，苏珊老师，别那么客气。那老师趁着这个空隙，能不能让我再放一遍音乐，我再试一下？这一场其实我们一直是男生跟男生对决，对不对？一旦输了就是万劫不复。我的选择是挑战者。就是我看到玉博最后选挑战者，那我觉得 OK， 要来来吧，来吧来吧，挑战者，你要挑战挑战吧。这个好有对手的感觉，这就是真的，一步天堂一步深渊，真的很吓人，懂吗？就双方亮剑了，最后亮剑了，来干一下，看最后谁被捅死了。硬骨头啃的才香。我这次玩的就是不留余地，我既然选了这个，我就打算压100分。哇！哇！加油！挑战者与挑战者。玉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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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乐，哥乐，哥乐，哥乐。就彩排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没事，别紧张，别紧张，我们义工都做过了，对吧？对战歌手黄玉博，奥斯卡登上舞台。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玉博。我现在有点紧张，所以等我唱完之后再跟大家好好的说话。不要紧张。Hello， 大家好，我是奥斯卡。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舞台，让大家更认识我，因为我很少写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啊。